秘境冒险直播，我目前来说，秘境冒险已经过完第一代跟第二代，下一次直播第三代，很快，大家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这边我是在打完一次死过之后，知道要怎么开镜，这一次绝对不会死，相信我。只是是不是要洗，把现场洗出来会比较稳一点呢？算了。哦，好硬哦，被克数了。要跳了吗？信长，跳起来！火木光都有。还不天降哎、欸！这样我切龙科可能还不一定有办法打死他、欸，因为天降有点少啊。感觉打不死。地狱跟梦魇要刷哪只？如果你能稳刷地狱，就刷地狱啊！跳，我这边直接打就好了。嗯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啊？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啊？这火珠不科学啊！猪王队可以放两只，不用放两只，完全没有意义。这边哈，我们刚刚学到了，这边要开技能，不然你就吃死。过。三张打了498万。这个地方会比鱼不好打一点，鱼不好打一这音乐你们不觉得有点怀念吗？想当初第一次输王出来的时候，第一次输的时候你们都花几颗石头啊？输王这个地狱级，现场满加多少三国小兵不知道啊？看你吃的运气吧。五颗，三颗，五颗。
第一次出的时候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自爆那关卡真的是很靠边，真的是很靠边，没几个人可以过的。以防万一，开个技，一定要开啊！不开的话，有时候他不给你天降，你就掰了。奥丁十几克，第一次出奥丁的时候我用那个波比打的，波比那个时候波比最稳啊，因为回复力够高。哦，被他敲一下之后呢，就可以把他带走了。哇，那残血！神魔出半年才玩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没有第一时间玩。好啦，我们要通关了。王冠要有五组，不要卡住，不要卡住。水火木光暗，先啊，我就跟你们讲说，这个信场两卡会比吕布简单很多，因为如果真的要比暴力的话，信场更暴力。那吕布是因为他的队员可以放一些蚕丝什么蛙哥的，才会整体起来才会很暴力。那信场其实他如果只比双队长的话，信场是更暴力的，因为他又有间距嘛，他不怕卡暗啊。然后信场的缺点就是回复力低啊，回复力低。啊，这关卡也没新珠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就碾过去。